齿的珐琅质该怎么保护才正确？请问怎么做可以保护牙齿的珐琅质呢？我选择的答案是 C， 因为它那个酸性的环境会让你的牙齿脱钙，所以如果你一直含在里面，你就发现它会变成脱钙的效用。杜英姐，你要不要以后，其实你不要做那个，就不在那补充资料就好了。现在像人家名额抢那么快，负责做那个补充多好啊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